哇，这个墙挺好看的啊。对啊，广州欢迎。Welcome to 广州。所以刚才那个海关码，它得更新到最新的一天。现场不能拍照。然后上了个厕所之后就排到底了。140米入境，哎，不过能回来已经很不错了，很满足了。是，我打算做一个小视频，告诉大家怎么回国。对，好的，今年1月8号，那么中国全面境内开放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回国的流程是怎么样的。那我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。不是，现在如果打 taxi 的话，我们可以叫用那个滴滴吗？其实不要那个什么大草鱼，他妈就草鱼就 OK 了，还搞什么大草鱼？呼吸阀门的口罩，也请您对号入座。用餐前使用洗手间后，请您做好手部清洁消毒，尽量避免接触口鼻眼。乘机期间，如你有发烧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。Your safety is our priority. Please watch the safety demonstration. 女士们、先生们。我要去拿行李。拍什么？拿行李，我还要去。8号的蔡司机的。哎，对，那个马哥。哎，对，那个我们海关是过了。对啊。海口。北京。我有去北京大兴的旅客。所以刚才那个海关码，它得更新到最新的一天。洗手间。哎，你要去洗？哇，这个墙挺好看的啊！对啊，广州欢迎。Welcome to 广州。2号站了、啊，哎，我还以为是1号站呢，不是一号站。我们是在1号站还是2号站？2号，我们在2号，这里应该是1号吧？2号航站楼。哦。老妈真高兴。是，那就不肯，那就开心的不得了。不过能回来已经很不错了，很满足了。是，不要要求太高。2年多了，对。
140米入境，40米入境是吧？哦，140米入境。140米。嗯。140米入境。那这里好像只要打开那个二维码，刚才那个更新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。现场不能拍照。哦，去拿行李。刚才那个人居然说不给拍照了，哎，不给。没有，他那个是按照班机下来的那一个班机的，所以有大概几百个人吧。对，然后上了个厕所之后就排到底了。这机场何止萧条啊！那刚开放嘛，刚才那飞机都没看到几架就是有在动的。啊，那世界时间啊，哎，不对，只有广州时间这里。下去拿行李。我打算做一个小视频，告诉大家怎么回国。对。所以这有意义吧？有意义。所以我就是说，其实我是想拍一些那个流程。OK， 拿行李。这拿行李的就这里比较多人了，嗯，45估计就这里了。那整个机场并不是很多人。CZ3070，所以在这里拿行李。太小了。这太小了，不是我的。哦，这里要，等待行李的时候保持1.5。啊，怎么可能1.5？1月8号起，中国全面取消入境管理的隔离政策。我将带着激动的心情，也将于这一天回广州。我会做一期疫情刚开放下的中国，带大家走进中国，走回广州。喜欢的朋友，期待你的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、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